晚上又下了一晚上雨，又把这个梦想打灭了。本来是昨天就是去抓鱼了，嘿，哎呀，这个鸟叫的，昨天就是准备下去抓鱼去了，结果昨天下雨，今天又下，上了山一个礼拜了，快，天天下，看看今天，现在白天不下了，晚上是下了一晚上，看看都是水，看看能不能走，一会儿不行就慢点，不骑摩托车步走的下去，弄点螃蟹跟鱼吃吧。嘿，你害啥？高兴？嗯？你害啥？嗯？嘿，高兴？你是聪明了啊，司机，今天早上自己把我扒拉的早晨起来，我以为干啥了，就要往床底下跑了，跑下去，人家在床下面撒尿去了。嗯，行了啊，哎，晚上不尿床了啊，自己跑床下面，这就是尿完以后又揪我让要上来了。哎呀，我说你聪明。呵呵呵呵，哎，啊，这个项目就算了。OK， 哎，高兴，哦，快，你吃苹果吃香蕉，高兴。哎，吃个苹果，叔叔了。割草去，哥哥去，两个人割草去了。嗯。男司机。嗯。那割回草了，怎么咱们哎，司机，让哥哥骑摩托车，跟叔叔咱们不走。哎，去下面抓鱼嘛，我要吃鱼。这几天你看看，每天鸡肉吃多都。那是他们割草。嗯。然后没割草，那个奶奶又去割草。哦，那他们割完草回来嘛？嗯。哎，行了，割完草回来，让哥哥骑摩托车。哎。你给哥哥给叔叔拿点钱，让叔叔去那儿买个网，咱们你以为我高兴我抱得高兴，慢慢的下去是吧，行吧，那哥哥跟叔叔骑摩托车过去买网嘛，你给他把钱拿上，咱们三个慢慢的从下面走下去，嗯，行吧，我抱高兴。嗯好好吃，逮鱼，今天逮鱼去，不能在这儿待着了，再待几天把我待疯了。每天除了欺负这两个鸭子跟那两个狗，就没个欺负的。嗯，来，现在家里面又增添了两只鸽子，顺便下去给这两个鸽子弄个窝，鸽子窝。这个天气还是挺好的，一会儿看看叔叔跟哥哥在哪儿割草的。这个天天这个是真实记录生活，我不知道记录啥了，也就是这么个了。每天除了吃喝割草，没有别的了。今天下去抓鱼去。高兴，来下来，过来，自己下来。你看哭了，哭也没人抱你。哭了没人抱你，来自己下来，对，自己往下走，还试探，还想上去了，你看，来自己下来，过来，对，哎呀，你看哭还顶要了，听见狗狗叫了，来，爸爸这儿来，对，来爸爸这儿来，来过来，过来。快来，你看看耍赖皮，耍赖皮，你看，耍赖皮。司机，能给他换衣服了，又脏了啊！一上午又拱脏了。司机呀，又开始和泥巴擦地了。没空了，都落空去了。哎呀，哥哥说，你做饭的做点好吃，中国人饭。嗯。他说今天。他想吃，他
他说你说一些你的老公做饭。想吃中国人做的饭？嗯，你看你做饭那的话，他的爷爷早上也给我当饭了。嗯，那行，那我出去给他们做去。嗯。哎呀，你看你嫂姐，你们这个是养护，回点那个。好像是高岭土，像黄泥吧，在这个地下擦一下，一会儿就晾干了。这就是养护地了。嗯，虽然这个房子破一点啊。你说一下，阿玛、老鼠、阿杜啊，我知道。我知道，等一下，手机。虽然房子是破一点，手机还收拾的挺干净的。姜是怎么说？阿杜啊。阿杜瓦、阿杜瓦老鼠、辣椒是苦沙尼，记住了，别子，知道了，哎，忘不了，我下次给做饭，哎，看，一会儿又淹住了，看一会儿，这总比是下去了，三天了下不去，下去抓个鱼都不让走，嘿，嫂姐，为什么？现在都喜欢让我做饭，都喜欢吃我的饭了。嗯，咋了？刚才大伯咋了？笑了，看，我还在这焦虑的说话。你什么喜欢的摩托车？多少公斤的摩托车？我拿回来。跟你说。嗯，我还有这个。哎呀，大伯有钱了。还有爷爷给钱了。大伯下乡咋了？不知道他的儿子那儿去了。去他儿子那儿去了？嗯，儿子比较快。哦，那我怎么没注意？拿背的包？背的包还雨伞，还喝的水呢。哦，那他儿子在哪住的？乡下了呀，乡下还在这他的媳妇儿呢。离这儿不远？远，但是找路。哦。他咋去？你早知道我骑摩托车把他送过去了。他不骑摩托车。嗯，行了，大伯是不是有钱了，还给你买摩托车了？你就是不用买摩托车了，给钱就行，是吧？给白啥就行。好了，你跟爷爷们说，一会儿就能吃了啊。再有10分钟、15分钟。哎呀，大伯可以，这两天状态好了，背上包去他儿子那儿了。结合掉啊，做中国饭，再稍微放点咖喱进去，看看啥味儿了。哎，赵姐，你们羊肉放什么咖喱吗？我少放一点点，啊，那么少放一点点。嗯，我看，那就是，啊，少放一点点进去，看看，中尼结合了的，嗯，看看啥味儿了，赵姐。你过这个过道，我跟你说个啥？谁知道，少杰？嗯。谁知道大伯的那个什么儿子的电话了？啊？谁知道大伯儿子的电话？叔叔知道吧？知道了，我那里也有。有你一会儿给打电话，给大伯儿子打电话，大伯过去对大伯好点，要不然他们过去跟大伯吵架，大伯又脑又不好了，好不容易好点。啊，我说你安顿一下啊，你让叔叔打电话，就是大伯过去对大伯好点，听见吗？要不然大伯真要是过去了，好不容易稍微精神点了，背个包过去看他们去，他们再跟大伯一吵，大伯一刺激，是吧？又吐噜不高兴了，回来又不说话了，听见吗？一会儿让叔叔给打，嗯？哦，记住啊，不要不当回事儿。哦，你不相信嫂姐，不相信你别打。你看大伯晚上回来，估计又神神叨叨的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就是说安顿给家里面，大伯过去对大伯好点，不要跟大伯吵架啊。嗯，行了，那你一会儿跟叔叔说，叔叔赶紧给打电话。嗯嗯，哎哎哎，高兴，干嘛？嘿，混蛋，干嘛？哎呀！有那么亲你妈妈了？爸爸放点咖喱吧，饭里面，羊肉里面，中国的羊肉，
然后再放点咖喱进去看看好不好吃。嗯，干嘛？你想要？你想要？哎，你想要咖喱？哎，看小样。好了，去吧，手机过去吧。哦，我知道，你赶紧过去说去，不要一会儿忘了。嗯，让他们吃完再过来打啊、哦，多了啊，还有半锅了，听见吗？哎，这个，对对对，这个就这个，这个白色的。快吃完再过来打来啊！烧鸡了，我整了一碗，再喝点这个泥巴白酒啊，这啤酒瓶里面放的。烧鸡啊！哎，对，这儿有，放点大蒜。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开吃了。看这个雨下的，一会儿吃完看看雨停吧，停了就下山摸鱼去。嗯，